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宫殿群。600年来，故宫经历了始建、改建、扩建、重建的沧桑洗礼，不少建筑已是旧貌换新颜。近日，故宫藏影《西厢镜里的宫廷印象》百年影像特展在北京举行，展出近200张故宫旧照，为观众揭开百年前紫禁城的神秘面纱。现场，一张历史上最早的紫禁城单体建筑照——午门的珍贵影像，成为展出亮点。我身后这张照片呢，是紫禁城历史上的最早的一张，就是它是1860年10月份到11月份之间拍摄的紫禁城的正门午门。但这张照片有几个细节是值得去看的，像这个午门的匾额的位置，当时还保持的是午门的满汉文并列的原状。然后这张照片还能够隐约地看到午门的正殿的左右两边分别还陈设着当年的西侧是一口钟，东侧是一面鼓，这是当时在皇帝在紫禁城参加举行重大的朝会仪式的时候要敲钟击鼓。据介绍，这张尘封了一个多世纪的最早紫禁城影像是由出生于威尼斯的战地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照片清晰度高，信息量大，距成熟摄影术的发明仅仅过了21年。现场一幅幅黑白照片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见证故宫的发展变迁。一座紫禁城在1925年故宫成立的时候同时存在了两座博物馆，一座是故宫博物院，一座是古物陈列所。到了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了故宫博物院，当时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提出的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终于实现。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在古物陈列所这个位置终于挂起了故宫博物院的匾额，这是跟今天我们现在看到午门是稍有不同的。今天的午门上这个匾额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挂环还保留在原址上。除了记录历史，这些老照片在故宫的修复和重建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拍摄于1920到1923年之间，这张照片很珍贵，是因为它拍摄的是建福宫花园。那么建福宫花园呢，在1923年6月份的时候被一场大火焚毁，2000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才在遗址上予以复建。那么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建福宫花园的敬圣斋还有碧林馆的外面外立面的形象。那么一张照片可以指导我们文物古建的修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张照片的价值是非常大的。现场还通过展板、书籍、影像等方式展出西苑三海、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等旧时宫廷生活场域，以及晚清皇室成员、名臣、太监宫女等大量宫廷人物影像。此次特展影像均出自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照片册《故宫藏影》。据悉，展览将在龙湖北京长楹天街持续举办至8月31号。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